各位老朋友甲新朋友，大家好。今仔日2028这个纪念日吼，所以一边想啊，唔知要怎问吼。我头拄啊，王教授有介绍一寡这个简单的我的介绍。我这边来是托尼吼，甲邀请。我想讲，托尼你家讲就好啊，因为应该是海外甲台湾岛内第一本的有关2028的册，而且是真认真去找真侪资料。应该迄头一本啦，甲王教授，就是头拄啊王教授所讲，吼啊讲啊讲啊，就今仔来啊嘛，足欢喜，因为洛杉矶算我的第三故乡啦，吼，若要带，一生中间带上久的，这排第三名，吼，所以第三故乡。这个，所以这个是你咧创安尼吼。嘿，我有准备一寡，其实做一寡相片啦吼，予大家安尼小看者，可能较清楚，啊嘛较轻松吼。就头拄啊王教授所介绍的第一段当然就是我的简单的过去啦吼。这就是我。无听到。安尼我爱。好，我两个大声吼，有听到无？歹势。嘿，这个头拄啊王教授所讲的，我会简单的自我介绍，吼，这是迄当时做记者的时阵，这上边啊，这个是谢东敏，伊拄啊好去哦，王彦南，甲伊爆炸案发生无外久，所以伊的手骨，嘿，还佫绑好带，吼，迄当时做记者的时。伫丽水吼，伊咧从公务公话，因为台湾省政府伊对记者真好，所以伊甲即张甲放放大起来吼，送我，所以才有这个资料吼，过来。这就是各位，迄当时其实是影响台湾近代政治真重要的一本册，就是《红雾之声》。可惜了，要选桃园县长进前。吼、哦，迄阵啊，伊要选县长，我讲你当然可能会调。迄规个桃园县真侪县区嘛，拢国民党控制下。伊讲伊绝对要选，吼、哦。我好，安尼我会当甲你创啥？伊讲你甲到整理遮出版这本册，吼、哦，这本册迄当时伫台湾，伊讲无版权，欢迎大家欢迎，吼、哦。所以有一阵尾国民党要甲伊打压，结果全颠倒吼，足侪人好奇。看看啊，这本是啥物？结果即摆全台湾的册店啦，倒位拢有一本，吼、哦，一本到尾全当选，吼、哦，当然搁真侪故事啦，搁来，吼、哦，这就是中立事件，吼、哦，这原来是一个影响台湾近代足重要的迄个选举，吼、哦，过去的选举，郭富城啊落选啊，一寡支持者。足受气，但是郭友新叫国民党来抓啦，讲你来甲伊讲，吼，叫大家等转去安尼啦，所以无代志。迄摆迄个选举的时阵，中立事件大家知啦吼，结果全有个人到尾足受气，去即个警察局，甲变警察车，有中迄警察车本来是安尼叫变过，吼。可惜了，超工走去台北去洗三温暖了，所以国民党找无人，找无人挡袂牢。所以1977年的迄届选举，可惜了，嘛苦连苦连，足侪党外人士拢掉。吼，按迄摆了后，就变作台湾的反对运动用选举来引导国民党，引啊过年，引真正叫引导。吼，这就。过当年，1978年，这个是要再高兴了，这陈高玉，吼，迄个时阵要选举的时阵，吼，
陈国勇应该是头一个外省人无靠国民党来灌区的票，头一个外省人参选。啊，有人就甲我讲，啊，你这台湾派、自由派，你来去甲通牌做伙啦，吼、哦。但是谢聪明先生就讲，伊讲，诶，咱即摆人较少吼，会当靠咱甲靠我来，大家做伙来甲伊拼。所以迄个伫阮两个，我选阮立委。陈国勇选国台，陈国勇头也蛮敢，吼，啊尾出来选，伫台湾造成足大个轰动。迄当时呐，讲台台校门口吼，从我就要变过，就是迄个选举，吼，啊，迄个你看，迄、那个即、這个洪明义，啊，迄边啊，迄是杨奎、杨贵啦，吼，就迄个魏阳因个外祖，魏阳因妈妈。诶，阿公，所以是外祖，嘿，拢去甲阮，甲阮斗，即迄个台台对面吼，找一间像安尼，我逐工拢客满，逐暗拢伫遐咧讲，我当然台底嘛有国民党诶了袂啊，对，吼，啊，即就是我迄阵伫时代后壁诶竞选总部，啊，迄、那个陈国勇啊，杨奎吼，杨奎来甲阮看，但是迄个时阵台湾人无人捌杨奎啥物人，嗯。啊，这就是迄阵阮的民主墙，吼、哦，伫台台遐，哇、哦，啊，大家伫遐拍笔战啊，啊，国民党就创一个爱国墙，啊，内底甲你写个足歹的，啊，都乌白甲你造谣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讲啥物你讲我甲陈国勇有啥物关系啊，都在乌白讲，吼、哦，选举的时阵，国民党从迄阵就拢用这乌布啊，吼、哦，这就是迄阵黄信介，吼、哦，伊提供的。诶，即个党外人士的组选团，迄个时阵开始，伫海外有台湾之音，吼、哦，台湾之音，啊，就是伫纽约的迄个杨怡怡啦，吼、哦，杨怡怡，啊，拢甲徐明德，拢透过安尼联络，啊，台湾之音迄阵全美国拢有，咱啊，大家拢应该知影啦，吼、哦，有住较久的人拢应该知，啊，这是迄阵我啦，甲阮组讲的一寡。一寡相片，老相片哦，大家小怀念一下吼。这就是苏东坡吼，迄阵伊在做工，伊嘛是蒋介石死去了后，啊，因才用特赦吼，甲一寡政敌啊放出来，啊，又出来佫继续甲伊改正，佫来。嘿，吼，啊，这新界生啊，吼，迄当时新界生啊，因小弟嘛出来选，迄个算台湾的选举内底头一摆。台湾头甲台湾尾，大家串联起来，哦，变作党外人士，就是民进党的早前一步，就是在党外大结合。李秀莲，愈老愈水吼，李秀莲愈老愈水。啊，这党外先生在迄阵，就林正杰甲吴乃德吼，吴乃德其实就是即马伫中央研究院迄个。陈水扁做总统的时阵，对转型正义，伊干那做甲，从成立一个真相与和解促进会，迄算民间的团体，是由吴乃德来主持。吴乃德就是吴乃林的小弟，哦，不过伊两个兄弟行的拢无共款，哦，啊，这林正杰。啊，潮流头拄啊，洪教授讲的吼，这概念时代第一份地下报纸。出来，哦，啊，这是戒严时代第一摆叫我头是阮，迄阿杰啊，佮我吼，啊，迄届是阮一寡较年纪较大，像何春波，伊私底下就讲，伊讲，哦，这两个头拄啊，阮两个惊头前，这两个是到底是唔惊死，还是唔知死啦？哦，我尾个想想，拢有吼，唔知死，唔知影国民党个恶政。啊，这就是因为迄阵柯信良咧做馆长，是伊坚持讲伊连番来掠去，咱若拢无动作个时，伊家又馆长啦、省议员，伊地方势力遐尼强，啊，就敢甲你掠去，后壁恁坐拢有争去。所以迄阵全桥头是为就是安尼来。但是了后，国民党开始要修理柯信良。哦，啊，所以阮就去甲声援，结果，但是柯信良国民党就甲讲吼，恁袂使想过分，所以迄阵用过年，恭贺新禧走去高雄，迄个
超两个大庙哦，去遐游经。啊，这了就是咱旅游全是抗疫十二天，吼、哦、啊，这应该嘛是戒严的时代头一摆，因为抗疫了，国民党不得不得来放人，哦，头一摆成功，迄就是即个迄个第二个全是抗疫。这是美丽岛事件的时阵，吼、哦，新界西人伫遐来演讲。啊，国民党伊利用一挂宪兵啊、便衣的伫下骹制造事件，造成的这个美丽岛事件。啊，这就是迄阵1988年，我头一摆要登去台湾，国民党行者专家送倒转来，敢若扛底啊，有无吼？查甫警察安尼扛底啊，扛倒出去。啊，吼、哦！啊了后，过两年，1989年，台南湾自焚。迄阵我就讲，诶，人会当连性命都无诶，咱若连倒去台湾都无材料，咱是要哪敢用？所以就倒去，吼、哦，伫迄间出来，啊，搁要怎真正行一下，吼、哦。啊，当然了后，就是。足久的这个黑名单的抗战啊，吼、哦，讲共产党立建有黄金，啊，台湾人倒来都要判罪，吼、哦，安尼沿路一直去行，了后嘞，阮囝吼，这个囡仔伊歹学习，要甲遣送出境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引起足侪台湾人足愤慨啊，吼、哦，你台湾囡仔，啊，你要甲遣送出境，所以伊当时啊，了后你讲。足侪抗争，世代会倒来，吼、哦，伫遐，迄草原林先生，应该大家拢啊会记得伊吼，啊边啊这路一细，啊这嘛是为着这同款，就是这个台独结社群，吼、哦，啊甲黑名单做伙抗争啦，迄阵街头，逐工都咧行街头，了后伫台中，吼、哦、成立这个台湾建国运动组织。我就甲因讲，恁我无准台南人遮尼好心吼，恁若无入来，我袂甲你对抗；恁若入来，我一定甲你抵抗。吼、哦，就是予台湾人知影讲，咱有抵抗权。吼、哦，对政府若对人民暴力的时阵，你暴力甲伊对抗。啊尾啊，规个拢互掠去。吼、哦，人讲人掠厝仔，哦，鸡仔鸟仔掠到无半只，迄阵。台湾关十几个人，吼、哦、啊，张灿龙先生嘛是了关，迄阵美国等于张灿龙、郭培荣、李永元、王匡龙，吼、哦，黄华拢总关十几个啦。阮本来排十个要互抓，吼、哦，结果想讲一届抓一个，第二个去报去，结果伊一届抓十几个，吼、哦，但是因为安尼，来，就是迄阵啊。李永元先生，因创的这个刑法100条，吼、哦，阮迄阵了抓关，啊，因抗议到尾啊，就是上实在要恁好看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前一天的演练啊，演习，吼、哦，演习讲，安怎因啊水抓来时，你要用什么姿势，吼、哦，甲伊对抗，所以台湾的街头运动，拢有一套啦，吼、哦，这叫做和平。和平非暴力的抗争的训练，吼、哦，啊，这，啊嘛伫迄个时阵，迄、那个林冠也无有甲我颁这个奖，但是伊颁奖的是我人关伫狱中，吼、哦，所以是一个朋友替我来领奖的。现我100条，因为真侪抗争，尾啊全。修改吼，迄、哦那个100条修改了，就是讲预备内乱犯这个部分改定掉，所以全部给你释放吼。但是释放阮无补的哦，吼无补偿哦。这個、我拢总这样关第三摆的吼。啊无补吼，这个记得我边啊迄个林永生啊，直接关到全吊人，啊无外久就过身。哦、我边个林明星，啊了，年初我是迄个什么十大枪击要犯第一名啦，吼、哦，因咧春安演习，十大枪击要犯我排第一名，年尾选举当选立法委员，阮老母讲，吼、哦，伊无得接，无转袂过来，吼、哦，本来警察
当选的时候，我拢甲行咧，我老母嘛叫行咧，行着都行着。啊，拄啊，迄甲王金平贪不少贪，迄就是咧抗争的时候，吼、哦，伫即个主席台。啊，无道理啦，主席吼，若无你无甲卡落吼，伊即个主席，迄个腿啊拱落就通过。吼、哦，为了要甲阻挡伊通过，拄看下边仔一个不识人转来看袂吼，过足久的王金平拄着啦，吼、哦，就是你甲我看不识人，伊讲无紧，你甲我看红的无紧啦，吼、哦，伊足袂顺的吼。啊，迄当时认真哦，做行政院长，哦，我就知影啊，即个都拢背过来吼。哦内底足侪问题啦，吼、哦！迄届我行迄八达，就是因新闻局一派警察吼，警察甲黑道的，因为阮们即个演讲吼，要反对永和立委啦，就是核四厂，核四厂安怎变啊？怎嘛？为着要去罢免永和的立委吼，警察全警察局内底甚至警察局内底一大堆在八达，迄拢下伫分局派出所内底。我入去甲看，因为我现任的立委啊，伊就爱我入去。入去甲看，啊，甲拿一支来出来。我讲，这甲恁的警官点点唔敢讲。警察咧执行职务的时，伊有警棍吼，啥物旗眉棍，啊，伊嘛有穿足侪物件。但是这唔是伊的警察的武器的一种呢，是安怎会伫你警察局内底？你知影国民党迄乱创造就是安尼啦，吼、哦，所以我举来去立法院装即阵，我干那迄擘大安尼甲闭咧吼，面前喷香咧，我讲你袂使走，吼、哦，讲要放尿啦，尿遁，吼、哦，尿遁走去，吼、哦，啊，迄阵这嘛是为着要反映。核四厂迄个孔阿廖的妈祖婆，吼、哦，安尼仁和宫的妈祖婆，啊，人因咧孔阿廖的乡亲啊，无大拼到无大，妈祖婆都甲请来了，吼、哦，啊，伫立法院外口，吼、哦，咧心脏，我就出去，我讲，咱来甲妈祖婆拜拜好无？吼、哦，若想拜吼，我一定甲妈祖婆请入来内底。可以目睭紧紧看，看这国民党这家来介绍，吼、哦，啊，真正宝贝呢，我都摕两个铜钱啊，点宝贝，上贝啊，吼、哦，我拢甲请来嘞，我阁有家乡请来面，啊，坐咧迄个心脏预算的后壁，吼、哦，上悬遐咧看，哦，诶，国民党嘛会惊嘞，伊讲岂有唔敢什么造孽，吼、哦。立法院抗争嘛，足趣味啦吼。所以其实咱咧抗争吼，咱会当用个真趣味个迄款，予大家一进来就知嘛，一看就知影吼。即过去伫立法委员个任内所做，吼大概迄个自我介绍到这为止啦吼。咱今仔日主题就是二二八。伫台湾过去二二八无人敢讲，袂使讲。啊，所以其实迄个时阵，台南庙是台南庙发起的，吼、哦。伫1987年二月初四，伊就成立这个，吼、哦，林班和平日的促进会。啊，迄阵开始，伊嘛全台湾一直去巡，吼、哦。啊，巡到阮彰化县政府遐，哇、哦，嘛叫警察喊的。迄阵啊，警察都甲流氓勾结做伙的，吼、哦。啊，咱伫海外。第一本就是头拄啊王教授所讲的1947年吼，台湾第二版革命。啊，这三个人吼，因两个拢有化名，我讲安尼我嘛歹用假名吼，所以阮就三个拢有化名。哦，啊，三个家拢在场的，这就无简单。王教授吼，啊，搁Tony 吼，伊走去迄个北加州啊，去张富美迄阵，张富美伫因咧东亚图书馆，甲所有二二八的资料、迄当时的报纸、杂志、报道等等，伊拢甲影印出来。迄阵电子的也媒体，迄个也无遐尼发达啦吼。但是伊安尼辛辛苦苦用几啊天的时间，我会记哩一两礼拜的时间，哦，印一大堆资料回来。
啊，阮三个开始分头开始来写，哦，写这本册。啊，这本册等你带完了，我就甲前回出版社讲，我讲，哎，阮有这本册来出版好无？伊讲好。结果你敢知影？这本册是前回出版社吼，销上好，赚上侪钱的这本册。但是哦，我无得个半仙的版位哦，无半仙啦。这个出来，我讲，哎。你是不是会当几本啊？给阮吼，我要当个，我要来送哦。到时甲托你啦吼。这原作者，伊讲拢无啊，无半本册。哦，但是你看看，伊前话台湾文史丛书第一集啦，啊，迄阵开始台湾文史的这册哦，阮是第一本啦。哦，所以其实二二八事件，咱按迄阵开始，就是一直咧追踪，甚至阮伫台湾行街头，啥物遮，吼，过来，过来，啊，就是我伫立法院内底，拄啊好即个二二八，要你要改做补偿条例，即摆改做当个赔偿条例，吼、哦。拄开始，伊是二二八事件处理条例，拄好我咧做立法委员，逐场咧审查我拢走去，因为我上知影二二八啦，吼、哦。伫立法委员内底，剩个拢毋知影，迄阵二二八无人敢讲，吼、哦。啊，我阁有访问过，我伫洛杉矶的时候，有访问董树林，就是迄个受难者的太太。伊伫高雄，吼、哦，去用拍死。啊，我就甲问吼，问讲啊，迄当时情形是啥物款？伊讲，迄阵因头家要出去，哦，拢嘛西米露穿咧吼，啊，一个手表挂咧吼，啊，穿皮真正式出去，想讲要甲因谈判，吼、哦，甲因讲，大家会当安那维持地方的和平。结果一个拍死的时阵啊。遐中国兵啊吼，有看讲迄皮还佫金闪闪吼，佫有手表啊，拔掉了，西米露衫裤拔掉了，毋是干那一个呢，迄四几堆安尼呢，三工内底袂当休息啦，三工内袂当休息，吼啊，所以遐经过，我亲身访问到迄当时的即个伊的太太，吼啊，所以迄阵咧。想咧审查这个二二八赔偿条例，我逐条拢去甲审啦，吼，讲伊拢足头痛，尾啊叫又叫人来甲我讲啦，吼，尾啊人改做二二八补偿条例，我讲袂使，赔偿就是讲啊我做唔对，我甲你赔，补偿是讲我看你可怜，我等一块给你，迄袂使，吼。为着安尼哦，我甲叶国兰冤家呢，吼、哦，伊讲要甲我送东西，我讲你做你送，当然买也无送，但是阮两个全过足久，大家拢无来哦，为着这二二八，而且要修改，开始要修改的时阵，迄阵有足侪人的这个二二八的迄个条例草案，大家夹在心嘛。有立委的提案，嘛有行政部门的提案，大家夹在审。结果开始要审的是，你看伊这用迄垃圾布，几个人来甲我订正，伊讲会奇怪，阮啥物人，阮阿公啊，阮啥物人吼，本来的迄个户籍登记是讲某时某日伫台北市被枪杀，吼、哦、被枪杀，这个证据严吼。讲嘿，安奈我即个去签户口查本，变作写某时某日伫台北市死亡，啊死亡就无去啊，你就无证据啊。所以伊安尼甲你，毋知甲你换偌济啦，吼、哦。迄阵啊，迄阵阮立法委员还佫无几个，民进党也无几个，这毋知互偷改偌济去啊。吼、哦，这就是迄当时开记者会啦，我一直甲伊讲，吼、哦，我伫立法院的关系文书内底拢有，我这资料是爱出全，因为我拢有出册，吼、哦，我立法委员一年、两年、三年倒来，吼、哦，逐年我拢出几啊本册，所以才有这资料还佫留条咧。啊，伫立法院，你拢会到照这资料去甲查看是毋是安尼，吼、哦，至少留一个即个书面的证明伫遮。这就是二二八事件，迄年的二二八啦吼，二二八纪念日，另外由另外院长带头
哈，听起来默哀一分钟啦，吼，弟弟问你，啊，我等走去头前，吼，就提一个，你明白到底是什么人下令的？都这个名，吼，就解释啦。但是到今仔日，什么光速的面头前，省政府的埕的大门口，哎，拢踩迄臭头阿上，伟大领袖。哦，你看了，你真个精神错乱啦！我到底是台西正侪人，你讲伊伟大领袖、民族救星，吼、哦，你变啊教囡仔，吼、哦。不过最近袂歹吼，各位恁啊在看迄个网络吼，连迄台中教育大学吼，遐保守较早台中师专啦，内底臭头啊吼，哦，即几工伊嘛干。做个足水个，啊！老师带学生吼，徛伫遐翕相呢，吼，讲徛伤久吼，脚会酸啦，吼，啊，搁甲伊喷漆啦，啊，甲伊装哦，甲装笑嘞，吼。所以，较早吼，我是台湾上高扭臭头仔上个啦，吼，扭落来了后吼，搁甲伊剁做五块，吼。选举个时阵，二八之前，甲伊鞭尸，吼，用迄个真正个个笑，你知无？迄种个后代行啊，讲安尼，我看哦，咱今刷刷在遐浙江啊，吼，因即摆无台哦，蒋介石甲蒋经国拢无台个哦，敢那棺材伫遐尔，吼，无台个吼。啊，所以这国民党，这政治，这就是政治，吼，伊伫三月七日。因迄阵仔，因了搁伫遐吼，南京国防最高委员会内底，即即摆你网络去查拢有啊。阮迄阵仔安尼辛辛苦苦走去查吼，啊即摆其实拢有啊吼。三月初八开始，伫台湾招量就开始抬吼，南北一路开始抬。啊，即、這个过程啊真济吼，像我写迄两本册内底，我嘛是拢每一个人拢甲访问啊吼。啊，这就是我去继续访问的几个啊，你甲看吼，这个第二个，这个黄金岛用迄个烟线，烟线正规官，敢那百正官一官十个人，但是尾啊阮秘书讲九个啦吼，啊更规官，因为迄阵上细汉，伊十几岁囡仔尔，脚梗吼，手也梗，手是安怎，敢那耶稣都甲耶稣钉十字架同款。哦，啊，脚是伫这个小腿这来卷过，十个。我若不是亲眼看嘞，我真正唔相信讲，像讲人拢咧骂国民党吼，骂到安尼啦吼，但是结果真正安尼。啊，伊来甲我澄清，伊讲伊即摆生活袂得过，啊，都等于残障啊嘛吼。讲啊，恁都有二二八赔偿条嘞，是毋是会当先钱借我啦？我生活袂得过啦吼。啊，去请拢无效啦，去申请也拢无效。所以后我甲阮秘书讲，啊，伊嘛甲录影起来。即摆你网络顶头查拢查会出来，啊，做林木记吼，双木林吼，迄、那个林木记，迄、那个就是安尼。啊，所以其实即二二八的受难者、当事者上，我访问足济啦吼，唔只会感觉讲哦。这款资料这么多吼，所以我即马开始一直访问四抗年代吼，1945吼，照侪只亲身经过的人，到底恁的二二八经验是啥物？吼，伫咱遐有两本册，啊，内底讲足侪故事。啊，这个黄金岛就是谢雪红伫台中伫遐组这个二七部队。这等于是咱全台湾唯一武力甲伊对抗的啦，吼、哦，所以二二八事件买了啊是中部的死伤上少，吼、哦，足侪彰化人讲无啊，咱这无代志，唔知影讲其实是谢雪红甲一个做单串地，吼、哦，当然还佫有真侪人啦，因大家做伙就是组这个二七部队甲伊对抗啊，吼、哦，但是。尾日爱走啊，因为国军来啊，走去到埔里、乌牛栏迄个所在的战场啊，吼、哦、啊，其实黄金岛先生甲讲，谢雪红因为中国共产党下令叫伊撤退，所以真正咧战的是二十几个台湾人呢，
做过大部分是做过日本兵，所以伊知影手力哦，安那轻开，安那摇，安那弹啊，哦，一个人震几千人。国民党哦叫手榴弹拼啦，啥安尼哦，惊到破胆，所以中部伊就无台。吼、哦，中部的这个思想是上少的，吴金道先生吼、哦，啊，伊不但了解，原来两个关关足久，但是伊出到了，原来蒋介石死去得啥吼，出到了，佮伫迄个台中，迄阵的台中关吼，伊、哦、从一个这个民主台中关大同区民主联谊会，包括迄、那个田在廷，吼，田在廷立委拢是伊个叫出来，伊本来咧做律师嘛，吼，所以伊真正黄金岛先生，规世人拢咧对抗国民党，吼，啊，另外做一个做林在修先生，我有摕一寡伊个资料吼，小等若有时间的时，看是会当放一块只两三分钟，敢若有伫内底有无？一个西湖乡亲，来自西湖乡亲的问候，哦，等下若有时间，我特别甲伊讲我要来，伊种欢喜个吼，就甲大家来说做一寡吼。中华关到今仔日还无228个纪念碑，因为中华关死的人无够济啦，吼。但是主场介前的拢中华人嘞，小说也有介迄个单串的医生，所以我当下我要继续甲馆长讲吼，中华关一定要设228纪念碑啦。好，这个奥利桑吼林在修，伊就伫客户，家己自愿的补偿金去搭一间客庙。啊，去甲设一个228的灵位，伫遐家己伫遐拜。啊，当然又组一个228的经济协会，吼、哦。伊讲伊咧走路的时候，迄228的迄个拍死伊遐人，甲托梦啦，讲吼，阮足可怜足寒，无人甲阮照顾，所以全228的补偿金领着，家己去设一个，吼、哦，啊嘛足感心的这个医生。啊，边仔这嘛，伊个同学，原来当初东京是迄个航空兵的学校吼，迄、那个毕业的。我甲伊访问，伊讲吼，因家己，因老爸做保证，因为去得失着隔壁的人，全去甲密报啦，吼、哦，两个爸仔囝掠去关。因老母哦，摕一把香哦，走去大路，当大路伫遐照纸讲啥物啦，因无做啥物代志安怎？迄种足咱台湾味的吼，谢谢嘞。啊，佫讲为着要救因爸仔囝，哦，因老爸、因老母迄金条几啊，迄个歹算条吼，去换嘞，换迄国民党用金条换倒来，佮谢谢的吼，寄互伊，伊甲我讲。啊！你互我做纪念就好，莫发表啦，吼、哦，唔敢发表。到即马都安尼，吼、哦，这个同事人间，你看因当初红军的这个军事教育，拄啊因迄两位就是受迄种军事教育吼，啊，就边啊就是这个林才寿吼、哦，先生伊的正手边穿红衫，还是台中教育大学台湾的系主任。伊是全台湾唯一上课头到尾拢爱讲台语的，吼、哦。啊，因这个学生囡仔就是，即几工仔你若往路来看，蒋介石，互因安尼装吼，真个装笑吼，就讲啥物徛伤久较会酸啦吼，啊，大家伫遐个装吼，就这个台中教大学，吼、哦，所以台湾真正无共款啦吼，古早上保守的师范系统，即嘛安尼啊，这学生囡仔吼。听我讲，伊91岁，啊，到19岁的囡仔，哎，较早19岁的囡仔，唔知影91岁阿公过去是啥款吼，大家足好奇的，哦，我听啊耳啊磕磕吼，啊，这种的交流真正是，较早咱想也想袂到吼，像我这博士分子天气有大，伊嘛敢叫我去演讲啊，啊，学生嘛拢听啊耳啊磕磕吼，时代无同，啊，这个高扬。吼、哦，高雄伫即马的即个旧的高雄市政府，吼、哦，即马变做因的博物馆，啊，这是伊内底做的，当初平面镜、安雄山，吼、哦，迄全抬落来到高雄，抬落到伊内底，啊，因老爸
就是伫迄个死三天了，即、這个大囝14岁去甲老爸收尸，哦，我甲讲你带我来看，伫啥物所在收尸？伊咧甲闭个所在，请牛车，哦，甲尸体车倒转去收埋，哦，这就是二二八的收完，这么重要。跟讲是伫边啊，就是爱河。啊，这就我头拄仔讲的，彰化丽水的医生吼，陈川的医生，但是伊是伫岛内开业吼，所以迄阵咱咧写迄本册的时候，我一直对这陈川的吼足好奇的，这個、人到底啥人？当然一直找，一直找吼，哎，原来阮故乡的人，丽水人吼。啊，因丽水吼，一个布袋戏班，叫做编世界，转来编剧呢，编剧搬一部戏吼，陈川地方演女的布袋戏，吼，就是我丽水的乡亲搬。啊，你看迄边啊，迄车轮啊摆，国民党军吼，草鞋、布鞋，一骹草鞋，一骹脱一骹安尼吼，迄布袋戏啊，伊家己做的吼，这个丽水班的这个受人敬，啊这。故事吼，足凄惨嘛！我本册内底拢有写吼，但是写吼，你写搁较侪吼，嘛无材料写出因国民党占领的1%。咱来看到即卖为止吼，台湾头甲台湾尾，各地慢慢，二二八的纪念碑吼，差不多拢设起来，拢总加加起来有20几个啊，吼，20几个。纪念碑，吼、哦，这拢是台南、高雄、花莲、屏东，中华公墓，足介绍，吼、哦，啊，你看这个高平那边，迄就是迄当时发生的所在，迄是文化部啦，吼、哦，足热闹的所在，高平纪念碑，啊，后壁电脑条啊，讲起来是另个，吼、哦，拄好我翕的是角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就是乌牛兰伫迄个，咱即摆讲，伊讲爱兰桥啦，吼，爱兰桥的桥头，吼，伫玻璃遐，伫把即个二七部队，吼，为了走个遮，该整个遮，哦，国民党军拍个遮来，全行个错西走去，吼。啊，这家己第一个，吼，上早，但是这个纪念碑吼是伫大路中。啊，所以你，我连要翕相吼，我都要踮车顶安尼翕吼。你无倒换去遐，不过家己尾后阁有起一个吼、哦。啊，这八岛就是迄阵啊，家人就用死上侪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八岛站的员工应该去，哦，家人的附近遐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即马要讲到倒来，就是讲。是安怎爱做转型正义呢？吼、哦，所以其实二二八是台湾人开始觉醒，一无国民党来是应该欢迎的，吼、哦，欢迎什么因来？所以咱要讲伊正面啊，你人甲你讲都讲啊，你甲欢迎的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就真歹讲啊，二二八了，大家觉醒啊，吼、哦，所以。阮最近其实这几年一直咧推这个转型正义的工作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最近拄仔看到彭教授讲一句话，所以我就甲来投起吼。转型正义吼，其实你做到底就是革命啦，吼、哦。彭教授最近讲的话，啊，南非的做法，吼、哦，咱其实阮台湾有真侪人在咧。即、这个去找收集各国，包括德国、吼、哦、南非啦，各国因对转型正义即个代志安怎处理，吼、哦、未来做咱的参考。真可惜就是，陈水扁执政8年的中间，伊无重视，吼、哦、无重视，所以袂了青山白骨，吼、哦。啊，台湾，咱即马所会当做的，吼、哦，其实转型正义吼的内涵啦，吼、哦，我是。认为讲应该爱按日本时代开始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台湾内容都足济啦，吼、哦，尤其是上大上根本就是台湾的这个咱的国家的问题。为什么要讲按日本时代开始？吼、哦，伫彰化八卦山有捌乌过679户
的死体，因为120年前，就是乙未战争吼，甲午战争了，日本人来的时，其实全台湾抵抗上激烈，就是八卦山中华，吼，啊，迄有一寡历史的记载拢还阁有，但是这好册嘛拢无共过吼。啊，中华县政府有起一个，这个就是伊自本来的图书馆创一个乙未战争的纪念馆，吼、哦，但是内容内底还阁会当充实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老古迹就是古早的神社，不过拢叫拆了了，吼、哦。啊，这是伫滇中的一个碑啦，吼、哦，日本人起的，就是。日本人来台湾了，其实八卦山镇压失败了，一寡台湾人全去走去山顶拍游击，吼，啊，这就是伫古坑，啊，做瓜梯吼啦，吼，你去查 Google 就知，啊，有个叫做瓜梯，吼，伊个下骹手，大家走来，吼，拍死一个警察，搁两个义警，日本人就来见。跟起一个比呢，哦，啊，当然日本人的记载内底讲，啊，你这是土匪兵嘛，啊，咱就爱甲回倒转来，这不是土匪兵，对无？这是咱台湾反抗的分子啊，吼、哦。啊，迄阵日本人偌夭寿嘞，有一届啊，吼、哦，伊就去找迄个高显荣，讲，恁全部拢袂平静，你出来讲讲的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来大家吃饭啦，吼、哦。吃饭的时阵，日本人分两色的花，一色白，一色红的。啊，迄个日本人就甲因遐的士兵讲吼，到时恁吼割白花，啊那土匪吼割红花，啊结果有的士兵讲，啊咱台湾人白花的迄个死人在那割白花，伊就甲换过来割红花。结果吃到一半吼，迄日本兵抬出来，红花拢抬死啊！有这个故事，可能在座嘛不一定知影。迄真正伫迄个岛内吼，森林即个啊，会大屠杀，实在故事，这故事来讲啊，哦，这若甲拍电影，你看偌精彩嘞！吼、哦，所以台湾的文化。就是拢一代一代的外来者，拢甲你消灭掉，吼、哦，所以这咱的工程足大啊，吼、哦。啊，陈水扁的时代就是做这个，吼、哦，啊，伊的王子伫遮，啊，各位会当去看，伊遮所做的大概就是学术研究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当然有一寡这个受难者的白色恐怖的时代啦，吼、哦，这受难者的资料，咱遮会当去查。阿妈研究的时代，去年伊讲要对日抗战啦，吼、哦，我讲对日抗战，啊，阮老爸迄阵日本人呢，你是要去甲阮抗战啥？吼、哦，你甲台湾人啊，佫无要了解，吼、哦，所以阮就去说吼，各县市政府吼，对、哦、办。你看，迄年包括阮的迄阵反制，就是五十年台北大暴动，吼、哦。在座请问有人知影这个事件无？知影也少，无几个，不到十个。嗯，两年前，阮就去办，吼、哦，办这个，这就是这个531啦，吼、哦。我现在后边再去讲。啊，所以今年阮就去找中华馆长，这魏明古啦，吼、哦。啊，甲讲，我伊种欢喜，伊讲，啥物咧对日抗战，卖啦，咱爱讲较中性，因为咱台湾包括因咧外省的，大家的历史经验无同，吼、哦，啊，都互相包容，所以你用中正就好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为民国伊足支持的，吼、哦，伫中华馆办四位的巡回办一两个月，吼、哦，啊，这粒就是迄阵战争的时雨水雷啦。吼、哦，雨水雷，空袭警报，你知迄个水雷啊，魏明古吼，伫遐尖叫，呜，足大声，足欢喜的吼，咱囡仔伫遐拍报告吼，就是这个，迄阵电浪开始的时阵吼、哦，啊了后，阮伫全中华县内，上重要是叫学生囡仔爱来，坐游览车，规车拢甲学生囡仔载来看吼、哦，看迄当时
诶，迄个炸弹是生做啥款吼？迄种妈祖神炸弹啊吼，像迄种，遐拢有诶文物，上重要是美国人去轰炸台湾诶时，啊，美国人拢偷一台飞机飞落去，吼，无点炸弹在中间吼，过来就开始炸来，上尾了啊，搁一台搁飞过，吼，尾下我才知，伊偷一台翕相。哦，翕只台北市啥款安尼，啊上尾来炸了后，搁翕哦，都会炸掉，都会炸掉安尼啦，吼、哦、，before and after 啦、哦，吼，遐资料吼，伫美国做足侪资料，日本人派一个 team 吼、哦，已经来收集二十几年收集还袂了，啊，咱台湾有一个咧研究诶博士班诶学生，有来找这资料，所以阮甲伊借来展览，啊，大家看啊。实际上，咧炸台湾，吼，包括两公前，因不讲即中华民国机来炸台湾，吼，迄拢其实迄历史的物件，即卖伊拢袂走向，吼。啊，阮现在咧做这啦，吼，就是讲，其实台湾所有的问题，国家无正常嘛，你毋是国家嘛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阮即摆就是伫台湾创一个讲，台湾建国自民自决。我二十几年前来美国，吼、哦，去讲联合国，要参加联合国。咧游说的时，伊甲我问讲，啊，恁台湾人有偌济人，甲你同款的主张，讲袂出来，咱无这个数字啊，吼、哦。所以阮即摆要用伫台湾啦，吼、哦，歹势恁无台湾的电话就袂使，就是用手机啊。因为即卖手机拢两个 ID 嘛，吼、哦，所以一支手机啊，干那会当拍一届，讲我在线，安尼，还着算有效票。阮希望要收集超过蔡英文的票数，啊，就这个资料提予蔡英文，请你去联合国，甲伊讲，阮有遮侪人，台湾要做一个独立的国家。啊，这甚至咱家己嘛会当去游说啊，就是一个真需要一个数据吼，啊，请各位恁啊，台湾有亲戚朋友来，你才来讲吼，在网络伫遮，啊，去遐查一下吼，啊，伊若中华电信就卡顶头迄个号码，啊，拢迄中华电信往内付打免钱啦吼，啊，输入就甲拍列名，拍落安倒啊，啊，后壁有一句话，你会当讲台湾独立万岁啦，啥拢会使，吼，安尼就算有效票。十分钟了，你去遐查，迄资料就出来。啊，伊名中间会甲你一字无显示出来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袂讲规个全名拢出来。啊，你若无爱，你用假名嘛会使吼。但是伊若要查倒转来是有这个号码，啊，确实有这个人，安尼就会使吼。所以这是阮最近有咧拍拼，啊，这真大工程。各位若是台湾吼、哦，有亲戚朋友，若是。方便的时候，你才请因讲卡一通电话。啊，谁要用手机啊？因为手机啊，骇客无多灌票，吼、哦，无多入侵啦。所以，阮最近咧做这样代志。吼、哦、啊，这个法院的根据，就是联合国的人权两公约。中华民国宪法啊，等下不做哈，快卖插嘞吼。咱、哦、是根据联合国的人权的两个公约，吼、哦、这。这是伊的来源尔，吼、哦。啊，再来一个就是建立台湾人的纪念碑，吼、哦。咱像讲头拄我讲的纪念是伊第一届这个街头抗议，一二三自由日是啥物？是因啥物咧反共意识，啥物反战，跟咱有啥关系？改做一零一啊，吼、哦。抗议一定话不要叫去红边去，甲解决，吼、哦。三二九，黄花岗，迄个咱什么关系？跟台湾什么关系都无。咱个在3.18青年节，吼、哦，对，去立法院啊，哦，真正伊这影响足大啊，吼、哦。台湾人个纪念日，你看正午三日就是安尼，炸死遐侪人，吼、哦。我头拄仔讲5月30日的时，啊，柯文哲是台大医生呢。迄天炸死足济代代医生啦，吼、哦，伊嘛唔知影，所以历史若无通吼，有时啊做了就会较差去吼。即阮伫就是二零一四年的时，
因为人讲总统府吼，内底拢有鬼呢，无神啊，鬼魂足侪吼，真正用诈死足侪人。啊，迄阵啊，都马英九甲王金平伫遐咧冤家有无？我即都内底吼鬼啊，无神啊足侪，你无坐坐袂使啦吼。结果伊遮用锯嘛，甲我围起来吼，啊，都总是要落台，啊，到即个十月十七。台湾文化协会即旧年吼，伫彰化设一个即、這个，伊用即文化节吼，咱来甲设十月十七做台湾的文化日，因为台湾的文化确实是足需要搁重新来建立啦吼、哦，所以即各位恁也是支持吼，我来拜托恁大家斗三斗五的吼。十月二五，唔是光复节啦，占领日啦吼。哦即台湾国家档案内底就有台湾省占领计划有无？白纸黑字啊！啊，我去甲查出来，甲打喺 Facebook 啊吼，隔日咱就全收起来，吼、哦。但是我甲留起来啊吼，所以网络甲查，即卖较歹查吼。但是我资料有留起来，所以即张就留咧吼。即、哦、白纸黑字占领啊！你明明就是受美国的委托来占领台湾，敢毋是？吼、哦，占领变做伊个啦，吼、哦，这查得到。啊，尤其是蒋介石，吼、哦，好，你若要讲你中华民国嘛好啦，你嘛是非法啦，因为伊伫一九四八年就任，一九四九年伊就落台啊咧，引退就是下台啊，吼、哦。啊，随后伫一九五五年，你搁复行逝世，你甲讲中华民国宪法倒一条有写复行逝世，吼、哦，所以这非法统治才对，吼、哦。所以你甲看，尤其哦，最足严重的就是单程宣布戒严。咱台湾全世界上长的戒严令是安怎来？就是迄条一九四九年，吼。但是迄个时阵台湾无总统呢，有无？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五年中间，中华民国总统什么人？李宗仁。李宗仁伫倒？伫美国，走来美国呢。所以中华民国无总统，吼。啊。无总统，这个法令总统无签来讲通过，安尼袂使通过呢。所以这个是违法的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就是我头拄仔所讲的，就是这个中华民国宪法内底规定啊，倒一条有复行逝世无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迄阵谢聪明啊，伊去大法官叫大法官解释，大法官唔敢解释啦，吼、哦。了去。刚才你，刚才你有讲哦，我头拄仔讲的迄条讲，即个戒严令是不合法，吼、哦，违宪，叫伊爱改过，但是伊就歹插伊啊。时刻啊，去甲谢聪明讲，伊讲，哦，你若要安尼，所有以前动员抗战时期临时条款，啥物，迄拢无遵守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迄若要改吼。哦伊讲三千年都改袂了啦，吼、哦！所以各位啊，你讲蔡英文当选，咱就安怎？无可能啦，三千年都改袂了啦，吼、哦！所以足侪，这拢是转型正义的问题，吼、哦！啊，就是安尼，七十年，哦，已经六十九年啊，这个到今仔日，到今仔日还阁还袂了。不过我即马战线吼，臭头上搁较闹咧，三不五时啊，咱就去甲装一下，吼、哦！安尼嘛是袂歹啦，吼、哦！吼、哦，你看，全世界哦，参与世界大，二次世界大战，你去到倒拢有纪念，你纪念馆啥对无？台湾无，台湾无，干那只，这伫倒高雄基地，啊边啊绑一条索啊，因为特别落来海底啊，吼、哦、啊，因为迄时阵吼，吴敦义做市长的时，伊予因的一块垃圾地，下骹拢囤垃圾。啊，即摆海燕一个过来吼，啊，垃圾就冲走，海燕过来，垃圾就走，啊，迄块地愈来愈入来，就要无去啊，吼、哦！台湾历代的这个，就是正式的这个证书，吼、哦，纪念碑，啊，这是其实是民间，吼、哦，去甲伊成立起来，就是一个高雄市关怀台籍老兵文化协会，各位若有兴趣，迄个。Google 甲查一下就有吼，因做真侪代志。台湾唯一纪念战争的这个纪念碑，就伫遮尔。吼，但是
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台湾人死偌济人呢？吼、哦，参战的人数真济呢，20几万人。吼、哦，死去服侍伫日本的战斗前线有30000几个人。吼、哦，啊失踪，失踪其实等于就是死去啊。吼、哦，啊，这人有处理无？啊，这是日本战斗前线的簿啊，内底。这因为这吼，安尼每场看内底足侪，就啥物台中州报道群啊啥吼，死亡的人的名，甲伊的地址清清楚楚拢有写，吼、哦。请问70年啊，咱台湾敢有咧甲追思纪念？无，吼、哦，咱的政府有咧插理无？无，咱的子孙啊嘛袂记哩啊，吼、哦，反正我尾下去查，阮陈厝底嘛死几个。去这边，全世界海外足侪人，吼、哦，足侪人。啊，你甲看国民党来安怎做？先声踏掉，改做忠烈祠。忠烈祠内底祭拜啥物？皇帝宣言啦，啥物啊？迄个时阵，吼、哦，啥物黄花岗72烈士啊，吼、哦，即啊，咱大河甲三零一条，佫个。赚到出去呢，赚2倍呢，迄是糟蹋人啊！哦，就是安尼。哦，啊，这到这边迄个穿蓝色的衫，迄查囡仔，廖文杰的查某孙啊，哦，廖文杰因太太是美国人，啊，廖文杰要走去日本进前，到香港的时，因迄个美国某挡袂住，袂插伊啊，全伫遐分开。哦，分开因某带两个囡仔，这个老爸迄阵两岁囡仔，带倒来美国。啊，这个大汉了，伊讲奇怪，我哪有一个奇怪的名啦，吼、哦，奇怪的 first name 啦，吼、哦，廖，吼、哦，伊嘛叫廖，吼、哦。啊，再去查，无人要甲讲。吼、哦，因老爸两岁嘛，唔知影，尾啊问因阿姑，迄阵啊18岁，哦，廖文个查某囝。才甲讲，爱再去签迄个 Fulbright 的奖学金吼，返去台湾去找因阿公到底是做啥款啊？结果去到西丽，做因古早厝，你甲看西丽廖文杰古早厝，因两支枝仔吼，正平在即摆已经连感觉看无啊，但是安尼我若小可看着，伊伫迄伊厝的顶头三墙吼。迄、那个车轮仔旗，就是即摆中华民国国旗，佮彩咧从咧遐咧画咧遐。廖文杰迄当时嘛是遐欢迎咧，欢迎祖国啊！迄阵的台湾人差不多拢安尼啦。哦，结果去予国民党害个凄惨落遍。哦，但是因孙仔吼去查，一直去找。伊来的时阵，因廖家的祖王去予敲掉，讲要做甚物酱油博物馆啊！台湾人这么重要的一个物件，廖文杰伊是一个足虔诚的基督徒，所以因伫迄个西丽，吼、哦，因足侪包括迄个长老教会的教堂啥，那个拢因都捐出来，吼、哦。啊，因的祖宗，迄是咱台湾历史上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文化遗产，卡卡掉，咁要做酱油博物馆，吼、哦。啊，我着讲你看，咱台湾吼，较早若伫低头啦，吼、哦，也是胎精生啊，吼、哦，胎了拢会去外口采一个即个寿魂碑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拢爱拜呢，吼、哦，逐天爱拜啊，年啊节爱拜呢，连迄精生要饲来胎，要互咱食，咱都会甲拜，闲话咱家己的祖先正死，咱拢无处理啦。哦，啊，这就是这伫金山的战俘营，吼、哦，就是战争中去掠去关，日本人甲掠来关的吼，关伫遮，迄名一个一个拢有啊，可能有澳洲的啦，啥物，因遐联军啦，吼、哦，连遐战俘拢有，啊，咱台湾人死真侪人，敢若全国新社咧甲咱办，啊，失踪的嘛拢无人去找，吼、哦，所以。就是，阮嘛一直咧希望讲吼，会当安尼着去转型正义，若要做，即历史的事实爱甲找倒转来吼，啊，咱的祖先爱摕倒来办。吼，过来就是，其实我咧册内底咧找，就是讲国民党，你甲看了，伊是有计划着
吼、哦，要来统治台湾、消灭台湾人，吼、哦，第一个2028白色恐怖，就是讲将军来太太死啊，吼、哦，过来就是这个经济危机，连你的餐厝地拢给你摕了了啊，哦，所以这个已经有解释，就中华民国宪法吼，有解释讲违宪、违背宪法，伊嘛唔敢处理，吼、哦，很呛人，就是安尼。哦，啊，当然，40000换1元，把你的财产摕了了，哦，啊，就足侪国民党诶所做诶即个代志，咱应该是爱一项一项甲对倒转来，哦，啊，所以即就是迄当时迄个魏明古嘛，伊就是一直主张安尼讲，就咱爱包容嘛，就是你即阵来国民党带来遐第二代、第三代、第四代拢出来，哦，太阳花内底嘛有真侪第二代、第三代、第三代、第四代，吼、哦，啊嘛甲咱做伙咧拼，所以讲双方的这个历史的经验无同，啊，咱拢甲包容，吼、哦，安尼才有法度，毋是国民党拢甲你欺骗啦，吼、哦，甲你安尼才有。后摆台湾才有法度真正的和谐吼。这是伫旧年还未投票进前，阮所咧做诶吼。啊，我甲留起就是讲，准讲国民党进前，咱嘛是爱做啦，因为地方民进党即摆办议员。足侪个嘛，吼、哦，迄个县长积极个足侪，所以阮去年开始拄啊，迄个包括彰化县、台中市，拢有做遮个将近70周年，咱实际个物件摕予遐学生伊来去看，甲你马英九要甲你塞个即个物件是无共款个吼，所以即个物件，就是按地方历史积极个所在，就会当开始做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就是讲，阮嘛建议讲吼。蒋国新小姐，甲提转来吼，迄伊个新主牌也甲提转来，吼，爱甲人服侍啦，吼。过来就是咱来爱建立一个国家级的纪念馆，哦，全世界拢有啥物咱台湾无？台湾伫战争的中间死偌济人，吼，所以即款的拢是咱专门建议所爱做的代志。吼、哦，就这就是头拄仔讲的建立台湾的国家的纪念日。哦，啊，足侪啦，这是我是安尼举几个案例吼。啊，上尾了啊，就是这个，即摆甲这少年人讲，因拢听会落。啊，若阮这代拢听袂落，大家冤家。吼、哦，所以台湾是。一寡即个无知的，佮家己毋知影家己无知的即个老人，吼、哦，咧替即个少年人，伊电脑看者，伊就知影事实啦，替因解决因的前途嘛，所以无怪会即个囡仔伊不懂嘛，吼、哦，无怪伊咧乱嘛，就是安尼嘛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，你像即个甲囡仔讲，拢足清楚，因一日就听有啊，吼、哦，即。将领毋是伊无统治权，吼、哦，蒋介石走来台湾，伊是咧土匪个走路，吼、哦，伊是一个平民百姓走来台湾安尼尔，所以伊是非法窃占国土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即摆就是讲，头拄仔所讲个，用联合国个两公约，咱毋好陷入去啥物迄个啥鸟笼公投啦，吼、哦，啥物，迄拢莫插伊，吼、哦，中华民国宪法法律。甲平安公社呾，你按联合国，即全世界最大公约数，吼、哦，用联合国的即个法院，无人会甲你讲你毋对啦，吼、哦。所以用安尼的时阵，咱才有法度扩大咱的基础，才会当大家继续来做，嘿，大家就是安尼，到这。